下条路好好的祈祷，没办法就这么干涸，你的尾巴一直没有残好，你不要 baby 就想跑，盘里有爱叫眼角干，你追求啥白天，不断做梦那白天，每次交手都要再拿我时间都拿来睡觉，我也不是只有你要打枪，你不是要高声吧，我会准备 A thousand guns， 我比赛不夸张 thousand guns， 你怎么会轻易把你手机下一页，何分几秒真的打心的节奏被你看没有，只剩听话被你以为这人花美酒，感情又高看了也看了我现在都几点才会问你问你，浪费时间就像个人经过我才没寂寞，你在我的心中不会对你提思辨，我感觉其实爱情抉择我也做了好远，因为自卑最肯笑那么好匹配，你追求啥白天，不断做梦那白天，每次交手都时间都拿来睡觉，我也不是只有你要当场，你不需要歌唱吧，我会准备 A thousand guns， 你的风比赛不夸张 thousand guns， 你怎么会轻易把你手机下一页，可分几秒真的打打打，又会唱又会跳又青春洋溢漂亮，对，身材又好，因为又唱又跳真的不容易，真的真的好稳哦，而且唱得那么稳，好好听哦，对，真的，而且他的舞蹈是属于那种大跳的哦，哎，对，舞蹈老师有力度的，是大跳的，然后让自己的偶像来讲评你，那很过瘾，好不好？来 ，OZ， 哦耶，哦耶，那真的跳得很好，而且唱的也这么棒，而且我觉得那个舞台魅力真的是有，我刚才真 shock 到了，真的。哦哟，吓到了哟，厉害了！而且刚后面那个慈妹看到掉眼泪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啊，你们是高中同学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高中同学都没有长大。为什么看到哭呢？因为我觉得一路上走来就看着他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这样子慢慢的一起走到这个轨道。哦，虽然我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子，但是我就是一直关注着他这样子。他现在就很棒啊，我很感动。对，那真的是好看到哭的，怎么会这个？对呀，对呀，受到前辈大家的一个支持，谢谢哦，你要再多加油。好，那上帝给你这么美好的生命，就把感动带给大家。还有一位没有讲频道啊，李啊，对，陆先生，哎，陆先生，没有啊，小陆，我们不用讲评这个，我们自己家的艺人，对不对？那我讲就不公平了。当然，在我心中他是第一名，讲的好像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
做的 pose， 你现在在这里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对，就是我们家 Muse， 做的很稳哦，真的很棒，董事长想的蛮好的，你继承了吗？你继承了吗？还没，加油加油，看天气状况，我长命百岁，祝福，告诉你，加油加油，用你最后全部捐出来做慈善，裸捐，很棒的一个表演，是，然后自己要把握属于自己的未来，好吧，继续努力加油。好，这首歌你来介绍一下，他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啦，他跟他妹妹，对，他的妹妹是他抚养长大。对，因为妈妈以前要工作，所以妹妹小我11岁，所以她没有办法就自己在家，所以我只能就是带着她去上课什么的。真的，所以给妹妹，10年后的你就是看到10年后的姐姐嘛。对，我希望她10年后也可以很棒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平安健康最重要。真的，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感动大家。好啊，听听看，叫做《给10年后的自己》，来欣赏一下。抢到今年裸主的，你看我去年抢到卤主，对，你就是卤主本人，所以你是等于是交给他，对，然后反而是演艺事业里面，收入的最排行榜，对对对，好的兆头。其实翻开过去的那个跳水记录，对，在前一年是张立东，对，在前年是小东哥，然后第一年是我，对对，你看都红了。其实很重了，好兆头哎，好不好？背对，胖哇，自然凉快到底，哇，不用怕，好不好？自然的凉快，好 ，OK 啊，那这个麻烦宪哥 ，OK， 好，来，可以，这可以啦，没问题啦。Musa， 你先喊一下新年愿望。我要入围金曲奖。等一下，要有，还没带去倒冰块。快，处理，哎，帮忙。是老板，还有倒，非常狠，全部哦，全部，任务。